JDTS News, and I am Timothy, and this is Dragon. 这里是 JDTS 新闻，我是 Dragon， 他是 Timmy. We are now here at Anglo-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, where Chinese New Year is celebrated every year. 现在我们在新加坡新月国际学校，在这里中国春节会将会举行有很多有关的活动。Chinese New Year is a cultural festival at Anglo-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. Chinese New Year is an important traditional holiday celebrated at the turn of Chinese calendar. 在中国新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，包括对于其他国家来说。Mr. Wang had conducted an interview with Mr. Zhao, a member of Chinese Department of Anglo-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. 在此我将带领着你们去采访赵老师。He will tell us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festival and the festival coming up here at Anglo-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. 赵老师将会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关中国新年的历史与活动。Let's go. 是你好，我们想问你一些有关中国春节的一些活动还有事情，可以吗？好，当然了。第一个问题，中国的最早的新年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据这个史料记载，中国最早的新年是在夏商周时期，但那个时候还不叫这个春节，叫什么呢？叫祭腊，就是说那个时候到年底的这个时间是拜祖先的时候，最早的时候。但这个风俗到现在还保留着，春节的时候拜祖先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。下一个问题是，第二个问题，中国的新年的由来与历史。历史上这个春节是怎么来的？事实上肯定是在这个老百姓逐渐生活中，生活和生产过程中逐渐的形成的。但是这个也有一些另外的解释，比如说这个它是因为有一个年兽，是吧？每年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都会出来侵扰老百姓，后来这个老百姓发现了一些它的这个弱点，比如说它怕光，怕很大的声音，所以就用了这个红蜡烛、红春联，还有这个爆竹，发出很大的声音来驱赶这个年兽，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过年的时候的这些个贴春联、贴门神、贴对字、放鞭炮的这些个习俗。第三个问题，人们在新年里会做一些什么事情？尽管说中国是一个很宽的一个很辽阔的一个国家，幅员辽阔的一个国家，每个地方都有一些不同的风俗，但是有些风俗是这个不论南北都一样的，比如说这个要到年底的时候要打扫卫生，
一般来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个称呼。我在老师的家乡叫扫尘，扫尘就把一些陈旧的东西把它清除出去，让房子变得焕然一新，迎接新年。还有就是这个送灶神，送灶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这也是无论中国南北都有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内容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内容，关于过年过春节的，就是要全家团圆，是吧？不管是这个在中国的北方、南方，还在中国的海南、台湾，还是其他地方，都有这样的风俗，都有这样的习惯，全家人要这个欢聚在一起，共度除夕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风俗。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比如说像贴春联，像这个贴门神，还有一些个地方上还有一些不同的这个风俗，比如说像你说的，有些地方吃年糕啊，但不是这个每个地方多少有一些不一样，是吧？好，谢谢你。啊，不客气。